想要改变厨房的风格吗？利用小小的钢刷就可以。今天我们请到杨婷雅老师教大家运用钢刷，替厨房增添浪漫的感觉。好，首先我们买回来的钢刷，我们把我们的手指伸到这个中心点，然后拉开，我们就把它套在我们的这个任何的盘子上面。那我们套上去之后呢，就把它平均分，就这样子拉开之后呢，一样的，我们要在上里头要加水进来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选季节的花卉，这很重要哦。我们要透过钢刷的缝把花插进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剪的这个是松虫草，也是今年盛产的花卉啊。我们可以插上的粉嫩色的这个豌豆花，我们就很简单的把花插上去，那很简单的花艺装饰作品就完成咯。不用买特别昂贵的花器，只要发挥一点巧思，就可以让厨房不止充满食物香，也随时飘来花香哦。推荐给大家。